那你这边也那这么说的话，没有那个了，没有那个独立卫生间了？没有，没有问题。你每天只这样洗啊？啊，在哪能洗了？一年到头就这样在外面洗啊？一年到头嘛，天冷嘛到浴室。天冷到浴室洗。那吃过饭了吗，杨叔？没有，刚回来。刚下班是吧？嗯。啊。杨叔今年多大年龄了？你看呀。我看一下啊。我看你这个眉毛，这个眉毛，你这个年轻的时候就白的吗？嗯。啊，白的比较早的就60岁了。嗯。60岁差不多吧。嗯，差不多。差不多。眼光挺好的。是吧？嗯。这实际年龄是多大？实际年龄能说一下吗？61。61对吧？嗯，不，60岁不老的呀，又是在上海，在上海算年轻的了。喝点开水呀。那你是啊。啊。嗯。杨叔，你这个厨房的话是几家公用的还是你一家的呀？几家公用的？公用的。公用的啊。嗯。先洗澡。嗯。清水站一下。一年365天，大概有多少天在外面洗澡？外面这里啊。夏天呀、啊。夏天就是一直在洗。啊。再风凉地方到浴室去吧。啊，就是天冷了，嗯，天冷了去了，确实。现在没有这个条件。是的，这个我们家小时候也是农村的，也是这样写的，农村的也是这样的，嗯。现在像在外面洗澡的是不多了啊，嗯，很少了啊。哎呀，人家说明天中秋节嘞，国庆节是一天的，明天打算去亲戚家吗？不去了，等在家里。等在家里啊？嗯，没什么去、啊。没什么计划吗？嗯，没有。去哪里？没有什么计划。去哪里玩一下呗？嗯，没有。没有啊，那祝你明天中秋节快乐啊！嗯，洗衣服。嗯。自力更生。嗯。没有帮助的。嗯。现在杨叔衣服穿好了，穿得干干净净的，清清爽爽的。现在没有洗衣机啊？没有洗衣机有的。洗衣机有。嗯。啊。所以衣服少手洗一下。啊。啊。这衣裳么粗粗的吧？啊，对。嗯、啊。那后边么呢？把它洗一洗。好，再见了。哎，拜拜。感谢亚叔啊，再见啊，哎。